ねえな。要要，这边需要救护车，有人流血了。我们局在今天6月23日的早上6:21，获报在本辖上民路2段市场内有多名民众有打架纠纷的案件。那本分局获报之后，立即派员前往处置。那本分局立即到访之后，现场已没有打架的情势。那本分局先行将受伤的伤者，共计5名，3男2女，来送医来救治。那其中，一名男子他伤势比较严重，那其余4名是轻伤，那这部分都是送医来救治。那本分局经查访现场的人员，了解这本案的部分，双方并不认识，是因为消费的纠纷，衍生一些口角的冲突，进而产生打架的一个情势。那目前，本分局已经掌握涉案的人车，进行追缉。那另外也扩大来调阅监视器来，查缉是否有其他的共犯在逃。那本分局呼吁民众，如果遇有纠纷，请打110报案。那警方会迅速派员到场来处置，来逮捕相关的相关人，依法就办，来还给市民安全的生活环境。那以上做个说明。